哇，感觉一个大姐姐。哇，波波害怕。小波波吗？凯云和龙虾，哎，还真去吃去了。哎呦，害怕了吗？害怕了，这回我要吃龙虾。我们是居住在加拿大大西洋边的凯文一家。过去我们开着自己改装的房车环绕北美整整一大圈，在结束了近一年共42集的第一季北美房车环游之后，我们回到了加拿大大西洋边的哈利法克斯，又过起了平凡却很快乐的小日子。本集我们在加拿大大西洋边一处非常美丽的海滩上，享受了一段无比悠闲的午后时光。第二天骑着我们新买的两台电动滑板车，带着两个宝贝逛起了我们心仪已久的位于哈法市中心的绝美海湾。之后我们开车来到了哈法生意超火爆的海鲜市场，买到了新斯科舍最著名的特产龙虾，并意外地买到了两只雪蟹，回到家享用起了丰盛的海鲜大餐。接下来就把这集 vlog 分享给亲爱的小伙伴们。这海滩好美啊，我们还第一次来呢。看我们两个小宝贝儿，天上还有点乌云。嘿，今天出门居然忘记带挎带了，不能挎着小宝贝儿了，所以今天只能爸爸一个人骑滑板车了。去吧，我们三个在这玩，爸爸去骑会儿滑板车。两个小宝贝儿，哇，这个海滩真好哎，这沙子好细呀。凯琳自己在那玩呢。哈，小美妞在这好享受啊，凯琳在这可开心了，刚才已经带凯琳踩了一会儿浪花了，好开心呢。可爱，真 Q 萌。两个宝贝超喜欢大海。哎呀，真高兴的呀，超开心的。海上起大雾了，好大的雾啊，已经看不到远处了。爸爸骑滑板车回来了。哎呀，这边路不好，全是大狗。哦。幸亏那狗的嘴被勒上了。嗯。海上升起了好大的雾啊，已经看不清远方了。然后人也开始多起来了。这个海风吹着真舒服。现在人越来越多了。两只白脚鸭。不对，是两双白脚鸭。凯文小伙伴在这看着大海吃馒头，呵呵，馒头是凯文宝贝的最爱，胃口超好。呵呵，我们要回家啦。凯琳今天人生中第一次采浪花。I'm just trying to get some sleep, but the ocean in my heart is raging. I don't really know what to say. Take a breath and try to breathe.I'm just trying to puzzle piece。 我们又来这个 Flaming Park 了，好久没来这儿了。今天我们打算沿着这个海湾骑滑板车，这个海湾超级漂亮，就在哈法 downtown 这边。给我们的两个小宝贝儿都涂上了防晒霜。Till you play
沿着这个海湾骑，到处都是美景。我们停下来，然后让凯文小宝贝玩玩水。哎，看凯琳，看看自己戴了个小头盔，看这海湾多美啊，特别安静，环境也好。我们现在终于骑到了这个海湾的最佳观景地点，就这个圆形转盘高速路这边，这儿正好对着这个海湾。我们的车就停在这个前面这个塔的塔底下。开车又到这个卖海鲜的这个海鲜市场，好久好久没来这儿了。今天带着我们两个小宝贝儿来买龙虾吃，好久没吃龙虾了。小鱼哦，这是 鱼怎么吃啊？这一包鱼10块，这种冻的北极贝一盒7块，42。这边好多的鱼罐头，它这边都用这个透明的这种挡板给隔开了。因为疫情的原因，好多的龙虾，哇哦，跟我们上一次来格局又变了好多。都是他们骗好的鱼排。这是龙虾吗？对，龙虾是鱼排的一种。我
蟹 snow crab， 雪蟹、嗯、哇哦天哪，是不是？我们买了两只煮好的龙虾，一磅14.99元，然后这两只龙虾我们一共花了42.57元，将近43元，然后又买了一只雪蟹，这个雪蟹多少钱呢？36元，两只大雪蟹。两只雪蟹？这不是温哥华蟹，是那 snow crab、哦、就是那雪蟹腿哥。哦。好多呀，走喽，回家去吃了。这个就是用油扒拉扒拉，就扒拉扒拉。到家喽，现在要把我们的滑板车卸下来，然后把两个宝贝儿卸下来。现在爸爸要开箱了，哇，感觉跟大雪蟹，哇，我不害怕，天哪，活的雪蟹，哇，给凯文笑的，看这样小孩，哇，两只雪蟹，这个是我们专门买的，他们煮好的龙虾。他们都是用海水煮的，然后就是那个味道特别好。之前我们自己煮，感觉味道没有人家海水煮的好。凯琳宝贝儿再摸摸这龙虾，敢摸吗？敢摸吗？现在不动。啊、嗯，这个龙虾已经煮熟了。哎呀，真去吃去了。劲儿开了，好有劲儿啊！哦，雪蟹，这个雪蟹我们晚上把它蒸了，蒸了吃。凯琳和龙虾，哎呀，哎呦，害怕了吗？哎呦，害怕了这回。好可爱呀！好玩吗？我要吃龙虾。小肉手。这个晚上我们用姜葱把它给炒爆炒，小贝壳，不对，这个叫大贝壳。上面有虾子，上面有土，什么都拿去喷。这是白头的。海鲜早就蒸好了，现在已经晾凉了。我们的晚餐又开始了，吃了两个龙虾，现在我们吃晚餐，直接把这个两只雪蟹还有这个贝壳都给蒸了。好吃。两只雪蟹已经被凯文偷偷吃了两个腿儿，有一只蟹的腿已经不见了。哇，这个可好吃了。哇，太酷了。哇，天哪，看着好好吃。这个贝壳壳好大，里边的肉好小啊！爸爸要炒菜啦，炒一个
蟹，还有蒸这个贝壳，不知道叫什么，然后炒青菜，还有米饭。开餐啦，我们的晚饭开始啦，两个宝贝又开始吃啦。下午吃龙虾，现在吃雪蟹，今天伙食有点超标了。